and it's always great audience, and I have a strong connection. Maybe first because one of my first old students was when you won UN. 能够再跟景文斌大师一起合作。萨克斯风其实这次的曲目都是德布西哈或者华菲尔，那都是法国的作品。他觉得萨克斯风跟法国的音乐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他甚至觉得说，虽然萨克斯风不是起源于法国，但是他整个的发展其实就是跟法国音乐密切相关。所以这整个的演出，他相信会非常非常的棒。这一场音乐会27号在台中中心堂是我们国际音乐节的第二场演出。那么我们请到我们客席指挥，从德国在德国莱茵歌剧院担任驻院指挥的我们台湾杰出的音乐家简文斌先生来担任指挥。那我们也请到法国的萨克斯风独奏家Vincent Davy 大卫先生呢来担任独奏。以及我们有两位杰出的声乐家跟东海大学的合唱团做一个非常阵容庞大的一个演出。那曲目的组合呢也非常精彩，从卡门的组曲到萨克斯风的协奏曲，一直到德布西的受主恩宠的少女，也是这次音乐会的主题，到这个拉威尔的波利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精彩组合。我们很期待台中市的中部地区的民众能够不要错过这次机会。